A 步嘅時候啊，咁啊相當齊噶。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中間行運財星啊，黃衫嗰只啦，響佢出邊咧，歡樂寶寶亦都好快噶。咁啊，再跟住後邊內欄嘅第三位有威揚，中間呼風喚雨，出邊黃眼罩六三森林換泉啊。後一搭嘅馬有愛心大使六進群英噶。咁啊，大約響呢個內欄咧第七八位到啦。咁啊，仲有帶咗個白鼻灰，就係朝東之星嚟噶。咁啊，數翻出邊咧，仲有瀟灑大笑啊，電腦三匹馬暴如飛紅衫嘅，內欄就壽比南山，出邊咧就係呢個雪蹄靈騎噶。向住呢個千二米嘅段柱進發啦，前面放頭嘅馬係行運財星啊，呼風喚雨第二位啊，第三位中間有歡樂寶寶，內欄第四咧就係威揚嚟噶，再喺外邊啊黃眼罩就係森林活泉啊望空咗添，咁啊再後邊第六位咧仲有粉紅眼罩愛心大使啦，後一搭嘅馬啦，咁啊見到有陸俊群英瀟灑大笑啊朝東之星喺內欄嘅尾四嘅，殿後嗰三匹馬由外邊數入嚟咧，有黃衫嘅雪蹄靈騎啦，中間咧就暴如飛，內欄咧就係呢個壽比南山嘅。好啦，轉緊呢個八百米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嘅次序基本上都冇喐過噶，行運財星放咗出嚟啊，梗係拖啦。跟住第二位就呼風喚雨都咬得幾緊噶，再落後個零身位，第三位有威揚啊，出邊就係歡樂寶寶啊，後邊內欄第五位仲有粉紅眼罩嘅愛心大使啊，森林活泉咧就慢慢褪緊啲啦。咁啊，見到中間仲有咧就係陸俊群英大愛當瀟灑大笑啊，再後邊咧內欄咧仲有就係朝東之星啊，中檔穩位有暴雨飛側出去大愛當就係雪蹄靈騎噶啦，入到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行運財星就鬥緊呼風喚雨，中間紅眼罩輕磅呢只威揚已經係殺上嚟噶啦，再後邊嘅馬咧仲有就係呢個陸俊群英打衝鋒啦，中檔位置歡樂寶寶啊，最後百零米威揚咧藉著輕磅之力已經係突圍出啦，但係中間有歡樂寶寶外邊嘅陸俊群英一齊上嚟爭緊 Q 啊，接近終點啦，威揚咧臨尾就飛到馬到贏馬，第二名咧就係陸俊群英，第三就歡樂寶寶，第四名咧就係行運財星啊。再望一望個賠率，原來呢匹威揚最後只得8倍嘅獨贏，一路跟守住個內欄三四位，相當好位啊！又輕薄，結果直路早出頭，夜馬威揚、陸俊群英第二，歡樂寶寶第三，幸運財星第四。洛菲德手有呢只威揚啊，臨尾得翻8倍嘅啫。洛菲啊，中啦，最緊要啊，跑第二名係拍寶嗰只喎，陸俊群英啊，第三咧就歡樂寶寶，而第四咧幸運財星啊。12、4、5、11，哇！临尾只行运财星变咗大热门啊，咁夸张啊！十二有好多饭都着啡格啦，啊六格嘅，但系唯独是十二搭四呢一饭73倍咧就冇着格嘅，少啲功力都骑唔喐啊！系咯，我喺度行运财星就都几顺利放啊，威揚啊，隔離嗰啲歡樂寶寶啊，哇！竟然有隻森林活泉都擺喺前面啊！森林活泉我諗唔到點解會咁全嘅，佢開頭好似想走上嚟咁，係發現咦俾內側啲馬頂住啊，咁先至開翻。因為佢十二檔照嘅實放唔到嘅，咁樣就擺嗰啲位，仲喺前面。我再1800就跑條直路先啦。一路望望啊，里面有呼风唤雨啊，顶住咗你啊，都实埋唔到佢噶啦。欢乐宝宝呢场你十二档唔快又冇步速嘅，咁点埋到佢？咁啊，跟住威扬啊，而家跟住行运财星啊，内栏爱心大师都要俾几步啦。埋边啊，朝东之星咁啊，瀟灑大笑喺开边啦，中间系陆俊群英啊，后边暴雨飞都见好似都俾紧啦，已经啊，开边系雪蹄灵骑，包落尾就寿比南山。十比南山都失望啲啊！全程都喺嗰啲位度，又冇抽出嚟咁，結果好似都包尾個終點。一路嘅步速都係偏慢少少噶啦。嚇！行運財星，其實前面嗰三隻馬都喺前四名都翻到嚟嘅，後面係一隻陸俊群英叫追翻近啲。呢度呼風喚雨逼住行運財星啊！咁啊，威揚有個位捐出嚟啦，呢度已經。后啲陆俊群英呢度啦，睇下揾位啦，呢度都未望空到啊，话有啲内闪啊呢度啦，呢度都有啲挤下佢啊，咁要抽翻出嚟，跟住要大鞭杀落去个马嚟嘅，你睇佢都继续走入去噶，打右手边一样走埋去噶，一下难骑啲，上鬼要罗爱德啊，咁佢系用阿柏宝，阿柏宝佢咩要侧咗出去，左边身抽出去咯，系咯，嗱又抽过咯，抽咗几次江城，好难跑啊。